今天是2018年我毋是骂你，我甲你12月15号。我甲你讲尔，我毋是骂你。哦，礼拜六，然后黄宝琴跟黄宝静今天要回阿昼家，不过黄宝静跟姐姐都要爸爸背，那弟弟他抢输姐姐，他就没办法回家了。那阿昼就念了一下宝琴就哭了。聪明，阿宝琴哭之后，阿昼就要安慰黄宝琴。讲爱听弟弟，吼、哦。好啊，请阿昭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几点啊？9点多啊。啊，你食未？啊，未啊。啊，未啊。啊，未啦。但是无差啦。你钱无安尼互伊啊？我冇钱，你带好多钱钱给阿昭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啊，穿个烧的呀！今日煮啥？你煮啥物物件食？伊这炖的菜头粿。哦。你敢要食？要吧？免啦，你食就好啊啦。我八百。我八百。你讲你食就好，我就知。怎么了？你要脱外套？脱下来就好了、啊。啊！太多衣服了，对不对？卡住了，对不对？妈妈帮他穿那么多衣服，就是怕你感冒，怕你冷，知不知道？来，数看看，这里有几张？有几张钱钱？那这是多少块的钱钱？这一张钱钱有几块钱？上面写多少？来，爸爸教你。3跟3.05。来，这个是不是二？爸爸，3跟3.05。是吗？再数一次看看，三跟三，数一下三跟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多少？对了，来，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是多少？二。二。两个零叫200。200克。对，所以这一张钱钱是200元，知不知道？